但是 B， 我当场把摄影机吃掉，好吗？姐姐，没有蒙骗，是真的。所以刚才其实秦岚已经透露了这个时间段的时候，其实对爱的理解，爱了是没有任何砝码能取代的。然后你每一个人来世间只有一次，到了一定的年纪，甚至再往上的时候，你会觉得爱的本质是什么？压力，没有任何砝码，没有任何天平去平衡，爱就爱了，就是纯粹的东西。队长，他明白了吧？这样，现在你要在这四个人里面要淘汰一个，那每个人对你说一句话，好不好？每个你的队员对你说一句话。没事，实在选不出来你就选我。OK， 好，经济你要说。好，音乐秀里面是需要男主角的。这不有男主角？嘉哥，你遵从你的内心。哎呀，好不好？云手的哥哥突然让我心里明白。就是嘛。弟弟，这个给你。哎，还是我爱喝的那个。吸点好多呀。帮我手机导个航吧。是多少？120。